这个熟了，大家猜一下这个瓜有多少斤？猜一下，看熟了没？等一下我们就把它上秤，看它到底有多少斤。大家先猜一下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北，我刚从田里面帮我干妈插了秧回来。我今天特别热，有点渴，我去我伯伯家买个西瓜吃。我们去看一下我伯伯在不在。伯伯，买个西瓜，买个西瓜，买个西瓜，嗯，啊，要一个大的。昨天我从这里过去的时候，有一条蛇，我现在对这里有点恐慌。它从这个里面钻进去了，这个下面这里。伯伯，你不害怕蛇吗？我不怕。你不怕呀？勇敢的人。这里就是我伯伯家的西瓜田。我也下去看看。把刀勾过了哈。嗯。这种的挺多的呀。熟了吗？这个怎么样的就熟了？就敲起来脆的熟了吗？嘣嘣，这个熟了。大家猜一下这个瓜有多少斤？猜一下，看熟了没？等一下我们就把它上秤，看它到底有多少斤。大家先猜一下啊。不过你在数啥？我伯伯在数，看还有多少个瓜。哎，这边种的也是西瓜呀，这是新种的吧？我觉得这个瓜有个5斤吧，有个8斤、6斤，8斤不能再多了，8斤。嘣嘣嘣，嘣嘣嘣，嘣嘣嘣，哎，套袋子里面称啊，轻大慢啊。老手秤，嗯哼，6斤2两，哈哈哈哈。看几斤？来看有几斤，上秤。啊，那么远吗？哦，哈哈，有几斤啊？1、2、3、4，1斤多。8斤多，9斤多，嗯，剩九斤了，啊，九斤，嗯，我的天，我还差了6斤，减掉，嗯，9斤2两，9斤了，1斤多少钱，伯伯？1块钱嘞，1块钱一斤，9块钱嘞，9块钱，9斤2两嘞，哎，两你干啥？哎，两我干啥个？来，伯伯，给，给几多？伯伯，收钱。我还猜了6斤，你们猜对了吗？我刚刚提了一下，我说6斤5、6斤半，伯伯，我输的。哎，不找了，不找了。哎呀，走，不，真不找了，真不找了。9斤2两，哎呀，不找了。你这个人，嗯，走了啊，伯伯。嗯，现在回去把它洗一下。然后就切开看熟了没，没熟的话我就再抱回来换一个。夏天的感觉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啊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
了，熟了。大家想吃吗？夏天的感觉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。喜欢小北的视频，记得点个关注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西瓜视频主播去吃西瓜了，哈哈，你们想吃吗？拜拜。